灯啊，全都是动的。然后你这个打印的材料也全是动的。关机的状态，这就是已经完全关好机的状态，然后后面插座的话你就可以拔掉，你就可以直接去把后面打开。它检测到之后它就会停掉，停掉之后这个高度你可以放心打印，当然前提是要保证它一定要平稳。然后你现在可以点那个检测的话，就是就现在这个小度都可以。然后下一步的话，等一下，下一步这里啊，你当然到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去设置一个东西，你自己最好把它刷新一下，没刷新也没事。然后到了这一步的话，它就跟平面打印没有区别，一点区别都没有。你想 only color only color only white only white， 对。然后关一下，